企鹅哦，企鹅，我现在是早上的，早上好，早安，企鹅早安，早安早安，没有人呢。早安，大家早安。早上好各位早安，加速早安，石雅游早安刚睡醒没开嗓然后迟了15分钟开播。早安，阿哲早安，阿哲早安。早安，早安。吃面包好了，硬掉。不想吃了。谢谢家书上的木宝箱。Hello， 北极星、明晶、思源、卡丘、洛阳，早安。我也饿了，早点吃午餐。我没有午餐，没有午餐可以吃，先吃巧克力好了。幸而送。谢谢家叔送的新的送，先吃饭去。好的，我也想吃饭，可是我没有东西吃，我看一下。好吧，真的没有东西吃。早安，谢谢明晶的分享。Hello， 柔君、小茹、思源，谢谢思源送的果汁。乔鹏，谢谢你送的啊，纯洁百合花，谢谢。睡起来真的是，昨天姐睡3、4点吧。谢谢你的分享，大家讲的对啊。剪刘海，哈喽莫里斯，落日以上，我今天要来直播上卷头发，我要来直播上卷头发。啊，人好，早上好。因为我还没有用头发。我现在是刚睡醒，大概15分钟吧。刚才买早餐了，我也想要吃东西。根本就不待了，废话。Hello， 用头发是什么用的？啊，Hello， 傻眼，这是当然的吧？15分钟晚妆，15分钟刷牙洗脸晚妆，梳完头发，因为头发来不及用，对，
结果11:30起床，对啊，我睡过头。我闹钟，因为我懒得再设闹钟，所以我就设10:30、10:40、10:30、10:35、10:40、10:45、10:50、11:00，我就设了5个。但是我其实原本要设的应该是，比如说11:50要起床，我应该是4:40、4:43、4:45、4:47、4:50，这个我才会100%的起床。可是我间隔时间太长，我就按一按，然后继续睡，然后起来再按一次，然后继续睡，然后就继续睡了。可以聊天上的 love， 那就继续睡了。我也是好多闹钟，因为我真的长越老越起不来。小时候一听闹钟直接弹起来，可是现在真的不行。我都看到桌上有一包了，先来猜它好了。曾雪珍，我都看到有了，我看一下。我妈的每次都会买一包、欸。当然。不会每次早餐都行，不会啊，晚睡就会起不来，不会，我以前晚睡11:00还是会自然醒，但是现在实在是太累了，每次都练12小时以上，所以就醒不来了。为什么一直叫？我要来看这个，现在是太晚，对啊，我以前晚睡也不会这样。我以前会觉得为什么我每次都睡那么少，就是我会自然醒，然后就睡了。谢谢顽皮送的心之冠。可爱。不能这样说，这是事实啊！我也不想晚睡啊，对啊，我以前顶多1-2点睡，除非寒假什么的，还是1-2点睡。然后1-2点睡，我都11:00就起床，然后就觉得很烦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不让我再多睡一点？可是我的身体始终就是不让我再多睡一点。什么不是50是40？什么意思？谢谢小明送的心之冠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会突然讲到不是50是40？嗯？好，没事，没事就好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喉咙撞到好糟哦，好烦哦！我怎么会这样？我现在整个讲话很糟糕哎，Hello， 杂工午安。喝水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就一早起来就长这样。烦呢、欸，好吧，没事，我来包身血。吃饭啦，好，你们吃饭啦。这什么啦？脏脏的，先丢掉。哦，没事，这是在外面，脏脏的。OK。喉咙长茧，不可能啊，我又不是唱歌的人，怎么可能长茧？
这是什么？第一张，这是我，好像打喷嚏了，突然。嗯，好像打喷嚏啊！哟，哦，好，弟弟，我问你没有去录音吗？录什么音？录音？你说昨天吗？昨天没有。他们录音不是每个人都录了，所以还好。这张很可爱的说，可是，哎呀，我会生气，什么声音啊？好，就这样。我放歌，还没开场。可是也不会这样啊。谢谢江阳送的玫瑰跟 Love， 看其他也在比赛发一堆录音，因为昨天有录音有拍摄，印象中。打扮又觉得好可爱，谢谢。发一堆录音室的照片，可是我不能发，我不会发、啊，我不会发这些东西、啊。这次没有我，这次录音的没有我。卡痰吗？不是，这是喉咙状况不好。第一张，啊！现在太早看，我好累啊。哦，第二张是高云爵，很美啊，美美的，含的喉片。高云爵，昨天在直播开箱神鞋，真的。你是每次开神鞋都会直播是不是？噔！谢谢安公送蓝色圆棒。哦，刘小晴，双马尾的刘小晴。双马尾的刘小晴，是每一个都有双马尾，是不是？都看不到小晴，我开大的，炫耀给你，是双马尾的刘小晴哦，哎好。没看过刘小晴双马尾，没怎么看过，还没办法改，还没来。看到一张英语双马尾，真的假的？我想看，哎、欸、我哎、欸，哦哎、欸，哦哎、欸，哦我有签过是不是？好像哎、欸，我怎么忘记我双马尾那张长怎样？再来是雨晴，哎、欸，我这张很厉害、欸，很欧哎、欸，你们没看？刘雨晴，小晴雨晴，噔，你也还没收到哦，你们都还没收到，
谢谢谢送猫铃铛。谢谢恭送草莓。谢谢博婷送的掌声鼓励。噔，对啊，开到双擎。谢谢博婷的分享。还有再来，再来啊！好友，阿乐季风亮是小迪，噔，小迪的双马尾，嗯，好看，超可爱的，他在这里，好可爱、哦。很可爱，小迪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说，这包我这包很厉害，现在都只能看人家开的，我就开给你们看。哎，很棒哎，对啊，这包不错啊。我是不是还有一包没有？我看一下，这包是什么？对，我这包还没用。好，噔，开心。哎，双马尾，两个双马尾是小晴跟小迪，然后雨晴、云爵，然后还有我，耶！这样好，嗯，开心。太香了吧，是不是？我妈很厉害，没，这是什么时候？旗袍？哎，我有开过旗袍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开过了，可是放在那边，放在旁边。我想说，那拿来包一包。你双马尾的深鞋，你说它在你的头顶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张，可爱吗？可爱吧。谢谢王一凯的分享。哎，怎么那么热？我觉得突然很热。微如中午好，谢谢吴一凯的分享。我的旗袍，噔，看起来好像很瘦哎，不错吧？昨天很多人都说可爱，真的假的？我来看看，嗯，耶，很丑咦，再来是杰星有一种韵味出来，蛮有韵味的，穿起蛮好韵味哦。抱起来。柔君昨天在开声写直播，像刚才玫瑰，再来是栗子，黑色的栗子，很有韵味。对啊，杰星好韵味，好酷啊！然后我看你后面都是我们，为什么？太酷了吧！很多吗？小迪，哎，我很多小迪，从以前开到现在都会有小迪，几乎很多哎。
奖，都是你穿马尾后面接梦成半生，可能那个抓的时候有那个惯性动作之类的。这么忘以后都给你抽，喂，你说每周抽到小迪吗？这是妈妈买的，要找妈妈抽，好少，刚好都是妈妈买的，可能你脱离不了某某，应该，他们可能。可能一云的双马尾后面都是接某某吧，好好笑。好呢，哎，我另外，哎，我那一叠去哪？哦，在那里。好，还给妈妈。我只是帮她开碗而已，包完然后就还给她。啊，卡住。装垃圾，装垃圾。突然想到，就是想起我以前去日本买照片的回忆。啊，这层设定是接令长鱼，谢谢。妈妈有要跟面妈换小迪吗？没有，妈妈也喜欢小迪。啊。我记得妈妈有说她喜欢小迪，我其实忘记，我忘记她喜欢什么了，应该有吧。我这样听过，等一下，我有听过这首哎，哎，我很少听中文歌，结果我听这个这首。啊，天天也是别人家女儿比较可爱，可能吧。我在想，我今天要执法还是？还是卷发，嗯，可不可要喝冬瓜鲜奶？它叫做什么？我忘记它可不可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？反正就是冬瓜鲜奶，然后跟他说加无糖绿茶，然后跟他说半糖，然后他就问你说就是要加无糖绿茶嘛？你要跟他说要，对，人入欧蕾，然后是。半糖，半糖的话，他们是加无糖绿茶去调了，哦，减糖蛮好，那个啥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加珍珠超好喝，可不可要喝这个，超级好喝，真的，啊，好啊，来用头发，各位，啊。我们接着道具哦，电棒卷跟离子夹，可爱吧？离子夹，我超喜欢的离子夹的。这个是长发公主限定款，长发公主限定款。你们记不记得我有发过一篇文是长发公主里面讲的话，就是。长发公主限定款，其实我个人比较爱贝尔啦，可是因为贝尔限定款是金黄色，可是我觉得紫色比较漂亮，所以我就买了紫色，因为它没有粉色，所以。冷露欧蕾加无糖绿茶，你可以跟他讲冷露欧蕾减糖加珍珠就好了。减糖就是加对，
你就直接说健康家的时候，忽然拿两只东西会怕？没有啦，我只是要来用我的头发。来咯，先用它，要变卷发。用尽余生的勇气，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陷阱。我在怎么用假音唱歌？我真音变这样。我怕烫到人了，先这样，这样，我去拿夹子，等我一下下。紫色是夹子，另一个是夹用卷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我现在吃的巧克力，我想吃巧克力。不，你不懂，没有，就是一个夹子，一个用卷这样子，对，是不同的。夹子就是夹子，这个是拿，我会拿来夹刘海，然后用卷就是拿来用发尾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分法。嗯，可以，快点看我一卷。谢谢明金送的新之冠。这是我与巧克力的合照。可以，可是是个人爱好的问题。嗯，我会比较喜欢用，这都可以用，可是我会比较喜欢分两个，这个用刘海，然后那个用后面。Hello， 慧翔，谢谢慧翔送的医用口罩，好吃啊。现在特价，不然我以前已经戒掉缤纷乐了，只是现在又特价，超便宜的。我有跟你们讲过吗？两条52，超便宜。谢谢朱莉安送的纯洁白花肉金爵大厨五万。金沙三十个才200块，特价有吗？你当然，特价太便宜了，超好吃，一样是黑巧克力款的，好吃。还没想到送的猫铃铛，还在怎么讲？超甜！谢谢草莓强送的木宝箱爱集，一卡就截到崩溃。喂，很甜，蛮甜的。可是好好吃。安迪斯的薄荷啊，那个。我以前喜欢，可是我吃腻了，就是我不喜欢吃。好，我要来卷头发了。欸，这是我第一次在直播上卷头发，我看大家都卷很久。
季季超跟黄明说，嗯，这样子，好意思是有吃的就很开心，这样吗？哎，这怎么在外面？等一下 ，No， 先等一下。怎么会有这一撮？我们要忙到这撮，重分一下。午安，陈天中的力王 ，Hello。然后欢迎再次朱诺的粉丝。中午好。好像流太多在下面，对一下，然后应该还好，下面慢慢弄。秘书表示哪个粉丝机？你会不会寄礼物给秘书啊？好酷哦！摩婷下班了，辛苦。借黄秘书养胖他，在绑马尾，没有，我在卷我的头发。吓死我！我差点以为我要烫到了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寄礼物给秘书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你们是不是很想寄？可以寄礼物给我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寄礼物给我，都出道了，都要卖生血，真的，真的想寄什么？你好，这样子的卷发，这样子的卷发是可以，就是你们等一下看。这样子的卷发跟一般卷发不一样，你们应该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卷吧？因为据我所知，比如说会在直播上面卷头发的，大概李梦纯，她的卷发不是像我这样，对，我们两个卷发不一样。君沙是什么？午安，小雨。午安，谢谢阳光送的 love。我现在卷完第一个，我现在要卷第二个。我好怕烫到，好可怕。其他人都不会直播卷发，我就知道。想寄陈家吃的给黄秘书，反正你们会去桌上拿。对，我们会去他桌上拿。小弟有卷过。啊，掉了！我现在在这边用，好害怕，很怕那个烫到自己。阿丽跟李怡直播卷过，耶！那就是大家都有卷过，太棒了。那我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人。
要剪头发，现在我旁边很精彩，对吧？妈咪，你看你平平飘飘的，你平平飘飘的，对啊。好吧。阿发也剪过，还烫到，对，我很怕烫到，因为这边看不有点难，就是用直播镜头去卷有点难看，就是对。阿桑大概也有，嗯，金沙，金沙是什么啊？好酷！金沙是什么？那你表示要有存在感。他刚刚还刷牙刷到一半，跟我讲话，都不要金金和金沙。换再继续，这里一堆妈咪粉丝，怎么可以不顾？喂，买金沙送我真生血，代表金沙，金沙送你真血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买金沙送你真啊？哦，用生血换金沙是不是？一堆妈咪粉丝怎么可以不顾？可是他现在在刷牙，他这样子弯过来再卷，快帮君君买什么？我现在明星唱贵族玫瑰，我现在在，好啊，怎么？怎么走了？这是怎样？哦，睡，好烫！我刚刚讲什么？没事。等我帮我老板推荐推销金沙。哎，好烫！我刚烫到哦，烫。要送我一张我的生血？你的生血？想不想君君的存钱？好啊，君君推销物品都不跳舞啊？跳舞？我有看到，谢谢安哥送蛋子彩蛋。我有看到君君的那个神推粉丝团，谢谢小姨送新之冠。我现在卷头发卷到一半。然后君君又要困扰了，困扰什么？那个粉丝团不要理，我有看到没？哇，好可怕哦！等一下。那个粉丝团 po 了你在拍木木，是吗？应该是吧。我真的很害怕，因为用这个镜面有点看不太到。谢谢你送的玫瑰，怎么知道查查给我发那边还标准？啊哈哈哈哈，好好笑。然后穿零一一元 T， 这样剪小卡兹啊，卡兹卡兹，怎么会卡兹卡兹？先出门上课就好了，慧香拜拜，慧香拜拜。现在眼睛好干哦，
怎么感觉好痛？你这月一直拉吗？还好啦，还好，只是很怕烫到。头发大，我把要长的拿，然后就知道那个话，那个粉丝团了。妈咪，好饿。拿出来。我想吃咸的。你要不要吃一点？我想吃咸。咸的，冰箱打开没有咸的。对啊，我刚刚看冰箱空空的。我清的很干，我整理的很干净，可我等下去洗头了。嗯。对啊。怎么办？好吧。有东西要发标注。我随便帮你煮个统一肉燥面，你要吃吗？好啊。我随便，赶快煮一煮，一煮快。好。啊。只是没有蔬菜，打个蛋就好了。嗯。那个专业不长了。头发太多，等一下。那个专业不长的，我有东西吃啦。哎，好热。等等再偷看，好啊，爸爸人好。藏不住，本来以为上次你不会看了，你还是来，什么意思？我来什么？啊，那个柔君粉丝团直接标我，啊，我就去看了啊。好热，直接流汗。我是不是应该关通知？他现在一直在吵。Hello， 第一层，第一层用好了就先绑起来。换第二层，第二层比较快。对，这样。嗯？差不多。小编不止他，小编不是很多个，现在还穿零一，是怎样？零一应援 T 比较好穿，是不是？谢谢阿公送的猫铃铛。还有一个德林。其他都是打剧情 ，OK， 好，女生改惨吗？哈？我的粉专小编有三个，没有很多。
你的粉钻小朋友才干，那我的粉钻是不是很多？噔噔噔噔噔噔。啊，那我现在好想要，哦，真的很想出国玩呢。啊，闹钟好喵喵。上课上到一半说开了，赶快来签到。我的很多，真的是没办法去广岛交换，好可惜哦！你原本要去广岛，哎，那很可惜耶。我也很想去，就是交换，可是没办法，很想出国留学。今天是要挑战编发，没有，我今天要挑战卷发，要搞抽奖文抽中学。好，现在位置上的爱你哦，后援家，哇哦，烫烫烫。谢谢嘉宏送的，不是，啊，嘉宏，这样，眼睛好干哦，出一套你的同学，小编一定很多人。我在卷头发，对啊，很热。对啊，要开电扇。要。卷了几个人？我不知道，可能五个人，超多，六个。这样。哦，好有。你出门要记得关电源。好，这边是最后一个看，不过柔君最好的啊，我认不出来，不能在这里说，不然就大家都知道答案了，对不对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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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，有没有很哦？好吧，那你们知道就好。好香啊！我现在闻到味道了，香香的。噔，现实蛮容易看出来是谁，啊？煮什么？煮泡面。我现在想吃泡面。啊，好吧，掉了就掉。换另外一边。噔。真的是很怕掉下来。刚进来的时候以为你不会卷发，卷头发卷到味道很像，不是，是泡面的味道。什么卷头发卷到味道很像？烧焦味吗？北极星。泡面是妈妈唯一会煮的。她还会煎荷包蛋，还会煮水饺。对，他水饺每次煮每次破。原来是泡面头发，不是。好，等一下出来的头发会很像泡面。对，玉米头发不是。
谢谢玉超送的木宝箱 A 级和薰衣草，这样 diss 妈妈就没有，他自己讲的哦，是他自己讲的哦。妈妈会炒饭吗？你会炒饭吗？炒饭哦，不会，不会，就放上去炒，可是可能就没有调味的炒吧。这样也算很多样的，称赞你。草莓牛奶踩点，谁？草莓牛奶踩点，我怎么没有看到？你小时候有个蛋壳的笑话。什么蛋壳？因为小我不只会煎荷包蛋嘛，所以我常常就煎荷包蛋给你吃。对啊。然后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就一直就这样，都没什么。直到一直到很久咯，嗯，类似比方说从中班吃到小学，嗯，一年级之类的，嗯，然后有一天你就突然间跟我说，妈咪，为什么今天里面没有蛋壳？我才知道，我才知道原来以前我的蛋壳都有在里面，哎，你都把它吃掉，真的假的？啊、我忘记耶，好好笑，这个很久啦、啊。你說所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以前每一次煎荷包蛋的时候，蛋壳都有掉进去，我不知道。然后你也都有吃，那、啊、有一天难得没有掉进去，你居然问我为什么里面没有蛋壳，所以你要吃。我要吃蛋壳。你习惯里面有蛋壳。好好笑、哦。啊！没蛋。哎、欸，可是蛋壳不是不错吗？有什么？一小片吧，每次都一小片。哦，虽然还活，蛋壳可以吃啦，可以吃吧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就一小片啦。他说不知道，我自己把蛋壳。难怪一云头好重重。补充钙质。喜欢这个蛋壳故事。吃壳鸡用的什么？哎、欸，好好笑、哦，好烦哦，好好笑、哦。水煮蛋连蛋壳，哦，我是真的可以吃蛋壳。哎、欸，可是妈咪，连我煮蛋都不会掉进去，你到底怎么掉的？还是会破掉，傻眼。好，拜拜。哦，没有。好。你要吃优雅一点，点汤匙。你看，我要给你放的鱼饺。木木你好，木木讲话。你好，不是这个声音，木木。啊！他如果拍比较，这个真的可以上节目说，可我可能上节目，我就会忘记了，直接忘记。残留火药什么？哦，你说那个子弹弹壳什么啦？我看一下，嗯，都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鱼妈好久不见，什么？外婆，你阿嬷去美国旅行啊，去玩。那我糟糕了，我只好煮。那我想说煮什么啊？咸稀饭，咸稀饭是不是所有的什么料弄下去煮熟了就好了？对啊。对，结果我光备料备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呢，菜刀还不小心掉下来，差点砍到我的脚。就煮这么辛苦。出来之后给你装一碗要叫你吃的时候，你吃了一口，你只问我，阿嬷什么时候？
啊！什么时候？那时候幼稚园啊，那时候连幼稚园放学回来，然后应该是大班。大班，气死我了！我煮那么辛苦，我脚还差点被砍到，然后你居然只吃一口，然后只问我阿妈什么时候回来。啊小孩不会骗人啊，就是这样。小孩真的不会骗人，对啊，小孩不会说谎，太诚实了。吃一口呼喊阿嬷，对，还是这不是我要的味道。有啦，妈妈最近都用微波食品帮我们准备食物，就比较好吃啦。因为微波食品，还是小孩。那行，我没有，我不是 OS， 我直接讲出来了。从小就注重吃啊，没办法，还是要好吃一点的。微波袋吗？对，没错。感谢微波炉这味道，我也觉得，帮我家吃那个什么稀饭有蛋壳的荷包蛋这样。嗯，我也吃到红的，好吃好吃，同一肉燥面的。很好吃呢。我很喜欢那样很热，然后开电风扇，然后吃东西的感觉。喜欢有加蛋壳，应该是没有吧？希望虽然里面有蛋。果然妈妈最近有进步，我最近很少吃蛋壳了。最近很少吃到蛋，哎、欸，我说认真的，我自己煮也都没有蛋壳，我很搞笑。希望有蛋壳，有收到蛋壳再跟你们说。先来处理我的刘海，痛很难，就跟夏天开冷气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妈妈蛋是半熟蛋，好吃，我喜欢吃半熟蛋。哦，谁家厨艺最好？我阿嬷。我阿姨煮也蛮好，她会帮我煮意大利面吃，很好吃。可是妈妈没有遗传到，嗯，好手艺。还是没煮熟，没有，那没煮熟也刚刚好，因为我喜欢吃半熟蛋，是微波炉，对啦，是微波炉。如果是真的我们家的话，那就是微波炉。那个微波炉厂商厨艺最好，微波炉食品。张敬轩，嗯，要抓回娘家特训，没有啊，放弃了啦。半熟猪肉超恶心的，不会啊，我们不会出现猪肉，因为妈妈不爱吃，所以我们不会有猪肉这个选项。
要来加刘海。各位，刘海就是这样子。没有梳子哎、欸，梳子那边，我出来的太刚好，哪边？那个下面透明的、这个，对。谁谁？这么细的，哦，是梳子。我只是要梳刘海。哎，你变色了。现在刚上凤梨哦，我在吃了。那时候玉米家谁厨艺最好？微波炉。我们家其他。我们家像刚上的凤梨，哈，那个男生又不会煮。对啊，帮我拿发胶。这里。对。你不要喷到那个。啊！你不要喷到面里面。还有那个粉红色那个。他以为妈妈出门了，没有，妈妈准备要出门了。对、啊。感觉看到。就被使坏。愿你刚好出门。对啊，就说你出门，那你刚好。你这要记得，你出门记得关电扇，我怕你忘记关。不会啦。我今天很晚才回家。我今天也很晚才回家。对啊，所以你电扇。可以买气炸锅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为什么不买气炸？我不行啊。为什么？我放弃，什么东西到我手里就不对。可是气炸锅不是？不是还要洗那个，我觉得好麻烦。嗯，他就是懒得洗气炸锅，对，没关系，正常。嗯，这属于正常。如果我买，我就会拿去阿妈家叫他们做。买点放在他们家。感觉奶奶都不会用，他就放着。鳄鱼会，鳄鱼就比较喜欢。哦，对了，鳄鱼煮东西好吃，意大利面。阿姨是比较西式的，奶奶是中式的这样。会不会喷到？OK。气炸锅真的很麻烦。是吧？他说：“因为都是他在洗。”对嘛对嘛，我就是听人家说，好像洗很麻烦。哦，洗很麻烦。所以我直接放弃。那个要洗什么？里面啊，锅子总是要洗吧。哦，好吧，妈妈可以去学日式，因为一个中式一个西式，你去学日式。学日式。还得了，先不要。我觉得不要。真的。泡面加发胶，不会啦，我往后喷啦、啊、可以。结束，我要来吃泡面了。五人份意大利面什么意思？哦，内锅外锅把手。买日式微波食品，日式有微波食品吗？日式什么拉面？拉面直接买超商那种微波食品，好吃。对，又买的比较快。我们家几乎都外食了，我说我了，我每天都外食，几乎。嗯。我从什么时候就不回？高中。对啊，高中就开始啊。以前都还很乖，我真是乖。炸猪排饭就买那种 seven 的那种。炸猪排，要、啊、不然就去那个日式餐厅买啊。直接去日式餐厅买。这就是我们家的吃饭，就直接出去买比较快，不用自己在家里煮。对啊。而且还比较好吃。好吃多了。嗯，我没办法想象。可能先叫木木去试读。
定时八。哦，对啊。定时八。还不难吃啦，定时八。可是定时八东西很少的，我觉得。不会，要少就多点一点就好了。没有，我说选项很少，哦、选项就我很挑啊，所以对呀、啊，你都说我很挑。有时候会换菜单，我很久没去吃。那换菜单，我好像有去吃过，不知道。我上次好像跟肉肉去吃。他一阵子都换。嗯。换一样的。妈妈不要自己讲。这样。那就是买外食比较快的部分。比较简单，还要炸猪排什么的。对呀、啊，反正煮菜都很麻烦的、啊，我觉得。鱼切一切，还是做我的那个啦。你知道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我的那个减肥餐，我突然忘记它叫什么名字。哦，对，其实减肥餐你知道是怎样吗？我都没有，我有跟阿妈他们讲，但我没跟你讲。什么？减肥餐那时候不是就是叫我高几高二。嗯，高二叫煮水煮的给你吃带便当。对啊，反正就是青菜放进去，我都买什么杏鲍菇嘛，嗯、放下去，全部都用水烫，对不对？还有你要吃、嗯、还有鱼嘛，没有刺的那个鱼嘛，鱼肉片。嗯、然后其实你问我说，妈咪为什么鱼肉都这么硬？嗯，然后其实为什么那么硬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它熟了没，所以我只好煮久一点，然后肉就变硬了。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，反正你现在没生吃了。不是啊，你上网查，你上网查鱼肉煮多久就好了。准啊！我准，我的巴沙鱼就是这样煮来的。还有那什么，你的鱼肉都会很多变碎片，其实是对啊，就把它戳开看里面，因为我不知道熟了，我只好每个都把它戳开、戳开、戳开，就把它弄一半，哎，把它掰开这样子，我那时候真的有想说，为什么平常吃的鱼都很好吃，然后为什么它煮出来鱼就很硬？我想说是这个鱼的问题吗？啊，我还有跟你讲我要换鱼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实对，因为很硬，我说我想要换一种鱼，就是你的问题。好，原来如此。但是他那个减肥餐只让我瘦了大概2公斤吧。然后2公斤还是50，从52到50这样。哎、欸，全部丢进水煮，我也是煮准备的很累的。那、有啦，其他东西也好吃啦，只是那个鱼肉不太行。包菇、青菜。嗯。对，鱼肉不行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木木，拜拜。说话。两个人说，我那时候才吃了，我那时候吃多久？吃一个半月吧。一个半月才2公斤。记得哦。嗯。很好吃，一个半月然后才瘦2公斤而已，有吗？很少，还是清蒸的。我换歌。很少，对啊，很少，还是开心的吃好了。真的要有爱，不然会很容易倦怠。做菜很麻烦，我有朋友都很会煮菜耶，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好厉害，还会做甜点什么的，我觉得好厉害。我真的，我也不行，我觉得我以后会跟妈妈一样，虽然我好像比她好一点点。对啊，他说一个半月5公斤，可我那时候才2公斤，所以就算了，我就直接放弃减肥这样子。而且就一直卡到50哦，那时候一直卡在50。高中，果然是魔女，我比他好一点啦。嗯。
没错，好一点就是荷包蛋不会有蛋壳，我真的不会有蛋壳，我认真的，我真的吃过到现在我真的都没有吃过蛋壳，我煮的话。而且我国中就开始做欧姆蛋了，然后到现在还是只会做欧姆蛋。没错，哇，运动后可以吃，有啊，那时候妈妈也买鸡胸肉给我吃，就是也是都在减肥餐里面。我会吃两种肉，就是鸡胸肉跟鱼肉这样子。欧姆蛋好吃，对啊。我那时候行动力超高，那时候是因为国中，然后妈妈常常不在家，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很想吃欧姆蛋，然后我就去买了蛋，然后上网查怎么做欧姆蛋，然后就做了，然后就成功了。对，鸡胸肉本来就比较硬，所以是鱼肉吃起来跟鸡胸肉一样，是没错，真的一样，很好笑。嗯，好硬哦。梳个头，可不可以到那边就不准？先讲那个鱼肉失败，欧姆蛋好吃，玉云牌欧姆蛋。欸，会不会到那边不准啦，啊，怎么办？再准一下好了。啊，哦，我把插头拔掉，我想说，嗯，怎么这样？插头，插头，插头。等一下去练习。练完习之后晚上录影啊。我第二集主持，我不知道哎，欸，看我想煮什么，看我下次想煮什么。我要看看有什么歌，哦，我要这个。画得好正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我因为我睡过头，现在还没画完，我现在没有画眼线，眼线没画。欧姆蛋，好啊。露营没有化妆师帮忙同行，今天没有，今天小露营而已。拜托别烦我，尝尽我的生活。嘴巴说 leave me alone， 其实珍惜每分钟。上次直接迟到一下，我迟到大概15分钟，对，哦，对，我45分开播，我迟到15分钟。我不会煮歌。特别烦我，尝尽我的生活，原本平凡的过，瞬间变 colorful， 拜托别烦我，尝尽我的生活。嘴巴说 leave me alone， 其实珍惜每分钟都变得 colorful。 对，播到1:15 colorful，oh， colorful， 耶，yeah！ 就是补卷，就是随便抓一撮，然后拿起来卷。
啊，我想要听刘俊硕的歌，哈哈哈，突然想听刘俊硕的歌。别放我闯进我的生活，有吧？闯进我的生活，哦，再把手里没有了。有听我进步耶，最近一直听到，当然。哎，那怎么变这样？唱进我的生活，我还听听呢，嗯。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首歌。在乱唱，唱我一刀就啊，张我轩的，被称作爱豆却从不带多。太多的抬头，太多的爱我。他竟然去森林之王唱这首，哇，帅死！那首跟哎、欸，跟那个艾文吧 PK， 超帅。太多太多的太多太多人爱我，谢谢我听众的掌声鼓励。哦，我现在卷出来一定很毛哎，怎么办？太多太多太多的爱我，总是自己。感觉头发打结，没有啦，没有打结，它是卷。卷卷卷这样，差不多，可以。OK。什么爱豆？什么爱豆？太多的太多太多人爱我，你先自己自己觉得是，先到明天后再说。真不太多。好了，你说我们在乱唱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来唱，我来看看。没错，我还是把什么青春的面包改变，我被唱主歌了，突然。啊，有蛋，好，我吃蛋，等我一下。点呢 ？You will feel like， 怎么那么难、啊？突然觉得，以前都怎么唱的？
without you. I don'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。如果我能还能够重来 ，Oh, you don't know how I feel inside. So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. 我没有办法。现在我又不会唱。现场歌手掌声鼓励。好几遍，他们叫我振作点。他的 Instagram 都说 I don't wanna see。失去你就像失去我的麦克风。No fun bad。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. I don'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。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，Oh, you don't know how I feel inside. So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. 我没有办法。I don't wanna be alone and.想念你的每个角度，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，Oh, you don't know how I feel inside, so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. 我没有办法。你想去 KTV 吗？当然，谢谢送掌声鼓励。当然会去 KTV， 可最终没时间去，好难过啊！超想唱歌的。以前就是不会唱歌，但是很喜欢去 KTV。You don't know how I feel inside, so 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. 我没有办法。没事，谢谢要上场这个力，原本寒假有要唱 KTV 一起，对啊，现在疫情也没办法，有变过不一样，谢谢，耶，喵，年少有为。没有，可是我如果唱高一点歌有，感谢云哥曾经问我谢谢，开心。可能最近真的唱太多歌就变成这样，有进步啦，好险。我要再找下一首歌，我要唱了。I don't wanna live without you, I don't wanna be alone,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。如果我能还能够重来，
我还是不会唱哎、欸，今天没上课，那我不上课。熟歌词哎、欸，我真的不太熟。结冰的苹果用力啃不动，怎么才刚觉得热，突然又台风。好的占为己有，坏的一再冲动，哪一扇门可以让我躲一躲？这唱歌吗？你借给我，谁把这一门借给我？谁把这一门借给我？啊，我不会唱。再一首熟的歌，熟的歌。有什么歌？你看不懂，怎么才刚觉得热，突然又台风。好的占为己有，坏的一再冲破，哪一扇门可以让我躲一躲？没事，我不会，我找不到哎、欸，我突然叫我找，我找不到。哦，但不会唱煎熬，煎熬没事唱什么煎熬？煎熬什么？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。我只能用假音，从副歌毕业还有很久。没有，刚那个是只会唱主歌。每一分啊，太低。唱我哎、欸，我真的不会唱什么歌哎、欸，我想不起来我会唱什么歌。等不通，怎么才刚觉得热，突然又台风。好的占为己有，黑夜问白天。那我为你唱情歌，哒哒哒哒哒，总是学不会。哎，跑调。再聪明一点。Love you， 我是孤独的渔夫。错。Love you， 我像孤独的渔夫。找不到 key， 说不出。我找不到 key。我想一下。你却自我保。我来找啊 ，Team Boys， 我想一下，这个吗？我在，你知道，28台就突然有这首歌，我就嗯，你有煎熬听是不是？沿途一路曲折，我直接跳副歌，我看看。我变这样，变得这样倔强，每一步的地方，每一站都不会忘。舞台上远远的光，太低，不行，好了，不行了。我要念排行了，各位，下次再来听我唱歌。下礼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因为随时都会改，所以下礼拜再来听我唱歌。啊、哦，好像是六日是吧？对，好，我先念排行。第十名是小吴是吗？无名是谁？小吴。第九名是还没想到。第八名是北极星。第七名是明镜。第六名是思源。第五名是草莓酱。第四名是玉超。第三名是杨公公。第二名是微如。欸、第二名是魏如，第一名是嘉瑟，谢谢你们，耶耶，谢谢北京一送的信的送，好，我们下礼拜见。我有点赶，因为我要赶下一个行程，下礼拜来听时代少年团，时代少年团什么不会，好，拜拜，拜，下礼拜见，3、2。